中部三重那边的，可是他们那个也是最后一批的，之后就是靠我们这一批，就等于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这样子轮替。如果哈，今天会预判会下雨，或者傍晚就已经下雨了，怎么办？那时候它的花还没有开，就跟这一样。包带放，希望人家大手。那我们的爸预判会下雨，我们不要跟他赌，就是做好安全的防护。因为有没有，整个成长过程，就是今天有没有开发是最重要的时刻，所以我们不能有闪失，不然之前的努力都白费掉。那我们基本上有没有，从傍晚我们就会做一个防护，就把它盖起来。会开啊，会开。下雨的时候有没有？就不会淋到雨。那到晚上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不是，傍晚的时候是这样盖嘛，晚上的时候就这样子了。这样是不要让它花粉淋到雨。对，就不要让它淋到雨。淋到雨会怎样？授粉不良。这样除了就是授粉不良的问题，因为它一开花的时候，花粉是最干燥的时候，然后我只要轻轻一拖，花粉就会掉下来。那现在没有下雨了，那我就要授粉的动作。所以你们就等没有下雨的时候再来授粉。对。就先把它盖起来，不要让它乱飞。但是我也没有时间压力。对对对，不会下雨。如果说下毛毛雨，我可以带一个大的东西。那我应该要做什么？把它打开，放上去，然后修两下，这边第一个动作要取粉，这里面有没有？这很多的。这个就是熊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取粉，我们就一张一张。我刚刚终于看懂那个没有用过的，就上面有粉。对。然后你就把它混合在一起。它是有粉的。那我们再把这个粉有没有给它？对，因为这个品种，它自己的粉它不会介意，可是上面的品种。他的粉他不要，他要其他人的粉，所以品种的问题也是很大。所以我这品种有没有就给他用。用做完粉之后，这已经完成动作了。好不容易做完粉，盖起来。那你要很多个盖子啊，就下雨就全部的花都要盖子。对，所以有没有下雨对我来讲的，我的工时真的差很多。我从傍晚就要开始作业，就先盖一盖，要授粉的时候再一个一个打开，或者这样子用。有时候最怕的就是授完粉突然下雨怎么办？赶快再盖起来。那时候都完全没有做其他的动作。又要去找鞭子什么的，找到就已经来不及了。那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折掉。折掉。对。这样。折掉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就等于说折好一点哈，就这样子。反正这个花到时候也是要用掉嘛哈。对，就等于说我重点就搭的地头，不要让它淋到雨，就等于说就当作是搭的那个雨伞就对了，就这样。这样子的话。结果是接这边，对对，结果是这边，所以这根本把你凹不对，所在看要给就折错地方了。基本上不会，就大概一定的距离折一下，不要折太大力。我知道，像我这就有点大力了，折就只要有折断，重点就是那个地头不要让它淋到雨。
把它的粉把它冲掉就好了。所以因为它这个线还要留住，对对，还要留住。授粉的时候，哎对 ，OK 的，它就是雄蕊雌蕊还留着。对对，没有，它就等于说这个还有那个啦，不是说。对对，这红龙果盛开的时候，大概就会这么大朵，然后它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大，但12、12点的时候是最大的，然后它会慢慢。到时候会慢慢慢慢的变小，大概有没有凌晨大概5、6点，然后可能就变成这样子，哎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，搞不好傍晚整个就会合起来，就会有点那个枯萎掉，哎，所以盛开是在半夜12点，对，大概啊，有时候天开到盛开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就等天亮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合起来，对对对，有时候。天候因素影响很大，是阳光吗？不是，温度。有时候寒流来，它就不开了。不是，搞不好晚上九点十点，它还是小小的，还没打开，还叫温度。什么都不用加，就水、红龙果跟凤梨。来，你帮我拿着。